我一定要把成绩告诉你妈妈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好了，只能用那个办法了。老师，你来晚了，我妈妈刚出去。没关系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。那好吧，嘿嘿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眼镜老师，接招吧。老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计算器吗？没错，我要用计算器为你弹首歌，你听了就能忘记一切烦恼。听好了，完了，我忘捂耳朵了。我是谁？你是谁？这是我的试卷吗？我知道了，我是大宝，你又是谁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你妈妈。大宝，你竟然考了零分，真是太过分了，看我怎么教育你。妈妈，不要。眼镜老师，你来了。大宝，别玩计算器了，快去倒茶。我不去。什么？竟然不听我的，把计算器给我。不给。快给我。你们别讲了。归零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是我的试卷，我是大宝。原来我是你妈妈，我是大宝的妈妈。不对，我才是。大宝，你说谁是你妈妈？这我怎么知道呀？要不你们一起当我的妈妈吧？不行，必须选一个。可是我选不出来。谁来帮帮我？眼镜老师，上课时间到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教室？谁是眼镜老师？就是你呀。眼镜老师，你怎么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好像都失忆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好吧，我来告诉你们，你是眼镜老师，他是我的同学大宝，胖阿姨是大宝的妈妈。看吧，我就说我是大宝妈妈吧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去上课吧。归零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是我的试卷，我是大宝。不对，我才是。太好了，正好一人一半。我的名字是大，你的名字是宝。那他们是谁？这还不简单，我是你妈妈，她是大的妈妈，他们是来我们家做客的。宝妈妈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两家肯定是好朋友。哈哈，什么大呀宝呀的，你们是在演话剧吗？真是太好笑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快走，我家不欢迎你。我才不走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玩呀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玩呀。归零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玩呀。黑暗魔王，别认。归零。你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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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想不起来了呀？哎呀，我们到底是谁呀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，拜托你们了。